来看到说，可能啦，诶，说西部地区过去这两天，这雷公线啊，诶，状况比去年同期增加18%。气象专家表示讲，拜六礼拜恐惊会更加多。啊，伫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是发生真严重的森林野火，嘛已经有四个人死亡。加拿大台北市城这两天发生森林大火，超过100件，小气管温也阁雷公线啊，大风来咧增强，安尼予消防人员喷泡走状。伫顶个月29出现这个国家上悬的温度49度六个莱顿点，即卖已经有超过90%的土地去予野火烧去，房屋建筑物拢受到损伤，数千人撤离。We also have to reflect on the fact tha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getting more frequent, and climate change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in that.根据全球环境测量公司麦萨拉的资料显示，讲贝斯城甲亚伯达城伫顶个月30下晡3点到这个月初一透早6点，记录着超过71万件的雷公死难事件，安尼比过去5年平均期的8300摆加我要10倍。加拿大的气候甲环境变迁气候学家鲍伊表示讲，雷公死难变这么侪，原因是因为这个烧气内下热浪造成冰氧气、地树甲食物的水分蒸发，大气内底湿度嘛变高，才会有这么侪。雷公死啦！伊还佫预测讲，伫个即礼拜六时啊，会有更加侪雷击佮野火来发生。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嘛，因为即个烧气来哈，发生森林大火，有人不幸无命，并且有数十人失踪去。即个国家总统表示讲，这是从1974年以来规模上介大的火灾。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火势控制掉掉，不如个警方若是够再来，恐惊还阁有变数。警方表示讲，有一个67岁查甫人涉嫌去放火，警方抓到。这边的野火是对初三下晡开始，伫个特鲁多斯山山脉的南边咧炭烧，面积有55平方公里，上介少还阁有8个村的居民撤离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